still free, let's go. 哎呦我操上头了。 Ain't nobody like a West Coast party, cause the West Coast party看吧，看看吧，之前的筷子悬挂断腿的很多，如今的高端车同样断腿，就是质量不达标。要颠覆吊打碾压的硬派越野车就这般模样。最近，比亚迪的方程豹豹五车型在道路上发生了断腿事故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这起事故是与广汽传祺的轿车相撞，不仅使消费者对该款车型的安全性产生质疑，也对比亚迪的整体品质形象造成了冲击。方程豹豹五作为比亚迪中高端市场的 SUV， 销量一直表现不俗。然而，近期多起断腿事故使其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。这些事故不仅涉及方程豹豹五，还包括比亚迪的其他车型如宋、唐、汉等。在这些事故中，比亚迪的筷子悬挂设计备受争议。这种设计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和稳定性，增加了车辆发生意外的风险。尽管方程豹豹五销量良好，但消费者对其质量的疑虑却不断加深。部分消费者认为，这款车型之所以销量高，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比亚迪的品牌影响力和营销策略。但随着断腿事故的频发，消费者对这款车型的质量产生了更多质疑。业内专家表示，对于比亚迪方程豹豹五出现的质量问题，车辆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方面之一。如果比亚迪在车辆设计和制造中忽视了这些因素，无论其营销策略如何出色，都难以赢得消费者的长期信任。专家建议，比亚迪应深入调查事故原因，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，以恢复消费者信心。比亚迪方程豹豹五的质量问题已成为焦点。如何在保证销量的同时确保车辆的安全性和稳定性，是比亚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只有真正将消费者需求和安全放在首位，比亚迪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希望比亚迪正视问题，采取积极措施解决，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可靠的汽车产品。